炸炸炸炸！那因为今天好像比较早一点，所以可能先丢木虾试试看。那等一下应该会换铁板吗？还是？当然换铁板。哦，现在是用软丝杆啊，然后三千的线卷配木虾，然后我上丁字转环哦。然后今天木虾的话，好像是自然色嘛，因为早上听说自然色会比较柔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比较偏自然色一点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软丝，我们三个练的还不错。怎么，根本还没中？你哥还没中过？你又没有玩到什么？李子，中软丝，中软丝有喽。哇，我们的八斗魔咒就这样被突破了。小软丝，好，OK， 小软丝，钓鱼棒吗？好，钓鱼棒，好了，钓鱼棒，啊，哦 ，OK， Let it go， Let it go。几点开始就要撒打扫了？我可以啊，四点哦，我从那边呢，然后跑过来这边呢，好要求哦，啊，都是每天都这样子哦，每天都是这样子，哎，你真的很有爱心哎，啊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这个怎么讲，老会要干啊，不会啦，辛苦啊，嗯，啊，是最近都这样吗？还是？每天都这样，每天都是这样，要求啊，除非是没有鱼，没有鱼哈，但是鱼钓竿还是一样啊，白天的钓竿还可以，晚上的钓晒晒，白天的他们还懂得这边有东西，没有啊，都还保持干净，真的是哈、哦，那晚上的槟榔渣啦、啊，什么香烟啦、啊，都是，阿你未使啊，啊，阿你未使哈。当然是我们要尽量，我们要保持干净啊！对，既然是我们这边是公共场所，我们就要保持干净。好啊，谢谢阿贝。好，谢谢。我也会努力。我、啊，你这个组合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再戴一顶帽子。你这就很像上面穿西装，下面穿海滩裤一样。这个，我今天穿一下长裤。他们脚都晒好黑。你就抹防晒就好了、啊。我就看龙岩，你这样能撑多久？反正我累了就换短丝了，在那边浪费体力，好像要到下午两点，在那边浪费体力。get 线组，全部线组，进来三尺内，三尺，哇，这么精准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很屌的脸说，进海三尺内全是线组。而且尺是哪个？有口字旁的那个？口字旁的。那请问我们会用那个单位吗？请问一尺是几寸？我不知道。那一尺是几公分？龙岩从海边捡到什么东西？一组线，一组线，还有一支杆子。把线这样收回来，拉一拉之后，发现原来是梨子的、啊。靠背，我刚才想说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一支杆子，没有，其实从海里面拖起来的。啊，现在认真模式嘛，认真模式启动了，不忘耍帅，你离开画面，我们就这样，加油。认真模式。
现在我们的龙叶开壶了，开壶了，开壶了，好紧张哦。七七八，七七八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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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？在哪？OK OK， 我看到那是线了。哦，不是，出线了，出线了。干嘛？可以吗？还没出头。很用力。慢慢来。红线吗？红线吗？我操！稍微躲一下，躲一点最好。好。装。出头了吗？上来，红杆。有。红杆。红杆输了。行哦，哎、欸，让它飞，让它飞。哦，是哟、哦。小杆杆，好久不见了。地上可以哦。地上该丢了。地上好脏。该丢了。龙爷，加油！棒！好干！耶！Hello everybody， 今天的太精彩了。今天有各位观众一定要记住今天。821农业总风干的帅气，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信强朋友，然后镜头来跟着我看一下我们的 Taylor， 已经没有脸了，他是今天主要就是带我们来八楼子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又认识一位新朋友，我们的德德。你说什么？Hello， 我有个卡称，然后也差太多了，对吧？不过今天真的是蛮精彩的。我们早上的时候一大早，今天大约我们都是三点多就起来了，对啊，然后直接早上来吃不光，然后当然早起的鸟儿有什么？有鱼吃。对，没错，还有什么吃？软丝。对，所以整个今天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如果还想看我们更多钓点的话，或者想集中钓点的话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是不是钓点？工资钓点？对吧、啊？今天八楼子算还不错啊。可是还是强烈的跟各位说一下，就是晚上的钓客，因为我知道最近白带很多。那我们今天一大早来的时候，全部的散把在做一夜干，不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位置，怎么回事？还有尿骚味等等之类的。就是不要太早来，等阿贝稍后再来比较好。或者是。照应该不是这样说啦，就是自己做，对啊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只是垃圾，只是垃圾桶而已嘛。那你说这边有没有厕所？也是有啊。我就不懂，很心虚吗？对啊，那我自己本身，我早上一定需要嘛，我上过，舒服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啦 ，OK， 拜。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